大家好，我是强强，今天聊一部2016年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协助拍摄的电影《荣耀时刻》。铁锤坐在小酒馆里，愤愤地向记者克列夫讲述着自己最近的遭遇。在铁路上做了25年线路工的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气过。和往常一样，听着电视机里的报时，哼着小曲儿的铁锤正认真地校准着手表。作为早间新闻忠实的观众，铁锤最喜欢的就是报时环节，只有这30秒才不会作假。至于新闻部分，他没有丝毫兴趣。央视知道自己在说谎，也知道观众知道他在说谎，但他依然在说谎。至于说谎的程度，就要跟随着大领导制定的路线的转变而动摇。听完了报时，铁锤习惯性地换到了地方台。今天的特战先锋十分劲爆，劲爆到铁锤有些不敢置信。主持人克列夫竟然实名举报铁道部通过低卖高买侵吞国有资产。根据克列夫的描述，铁道部将退役的火车车厢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出售给那些关系户，随后再组织专家调研立项，将其以卖出价的十倍重新买回来。关上了电视，铁锤带着准备好的水和干粮，操起了大扳手便出了门。他不认为克列夫的举报能奏效，低卖高买是需要得到包括铁道部长在内的各层级领导批准的，要某一个人为此事负责，难度不亚于自己手上的手表突然走时准确。扛着六公斤的大扳手走过了十里山路，铁锤准时地打了卡开始上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将铁轨上可能出现的隐患消灭于萌芽之中。比连接零件松动出现次数更多的是工友们从火车上偷柴油，每当此时，铁锤就会假装没看见，快步走过。工友们对此倒也习惯了，之前拉过铁锤很多次，但他总是一副清高的样子，时间久了，大家也就无视了。也不能说铁锤多么高尚，偷油做不来，但上班时间捡到钱，他还是很开心的。50块装进口袋，100块先判断下真伪，再装进口袋。心情大好的铁锤，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将地上相当于他半个月工资的150块据为己有。捡钱的快乐没持续多久，铁锤就怔住了。望着眼前铁轨上散落的足足有数百万的巨款，他怀疑自己中暑了。思索了良久，铁锤将此事报告给了上级部门。接到汇报后的交通公关部长阿力也怔住了，他都怀疑自己幻听了。这种傻子现在真的存在吗？震惊过后，阿力打算好好的利用这笔钱。由于克列夫的举报，铁道部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自己这个公关部长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一边让手下立刻赶到现场，抢在别人前面将功劳揽到铁道部头上，一边让警察局长帮忙封锁一下现场，毕竟受克列夫举报影响的又不止他自己。很快，铁锤便等来了警察和交通部的公关记者。警察开心地将钱搬走，记者开心地采访铁锤，大家分工合作着，异常默契。唯一遗憾的是，对于记者的提问，你打电话之前是否有过犹豫，铁锤不合时宜地点了点头。很显然，这并不是标准答案。在记者的再三要求下，铁锤重新组织了语言，磕磕巴巴地念出了，我在报警之前完全没有犹豫。哦，忘记说明了，铁锤是个结巴，那种能把简单的艰难困苦念成艰难困艰艰困难艰苦的结巴。语言天才铁锤成了公关部的欢乐源泉，大家看着采访视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铁锤的举动并没有让工友们刮目相看，相反的，大家一致认为和扔下10万块钱就跑的作秀群众一样，交通部长应该给铁锤颁发保加利亚的最高奖项国家愚人奖。铁锤并不做争辩，只是独自吃着碟子里的茴香豆，安静地喝着杯中的黄酒。晚上回到家，铁锤看着口袋里的那忘记上交的150块，陷入了沉思。要知道，在这个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国家，凡事日后都是要拉清单的。只是沉思也没用，索性便不想了，明天的事情就留到明天解决。铁锤关上灯，埋头睡起了大觉。就这样，150块钱的事儿被拖了下来。第二天，铁锤便接到了交通部的邀请，部长举办的新闻发布会点名要他亲自参加。铁锤穿上了他唯一的一套正装，自豪地坐上了前往交通部的火车。当然，
如果没有将饮料洒到裤子上，她的心情一定会更加愉悦。阿丽的丈夫成功地将铁锤从火车站广场接到了交通部，和公关部的男记者换了裤子后，铁锤坐上了新闻发布会的嘉宾席。开场白小学生诗朗诵环节后，交通部长开始了讲话。在部长口中，铁锤变成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当然，夸人就要一起夸，部长补充说道，作为共和国的工人，作为铁道部的工人，铁锤的举动证实自己的领导有功，同时也体现了共和国制度的优越性。见众人疑惑，部长又拿出了刚才自己当着所有人的面脱了鞋子的例子，来展现生活在这种制度下人们诚实率真的一面。反正不管大家信不信，部长自己是信了，且坚信不疑。部长的调门起得很高，高到铁锤都不觉得自己的奖品一只10块钱的电子表是多么寒酸。看着手捧着奖状和鲜花的铁锤，部长似乎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他礼节性地询问铁锤是否有什么难处，自己可以帮忙解决。只是刚一说完便后悔了，因为铁锤这个憨憨竟然问了两个自己也没法回答的问题。第一，拖欠了半年的工资何时发放？第二，知不知道工人们天天偷柴油？部长很气愤，倒不是因为铁锤在想什么，而是铁锤竟然会去想。难道他不知道现在正是党和国家最艰难的时刻吗？难道他自己的利益比国家利益都重要？为什么看不到这件事情的积极意义呢？很多人因为努力的偷油而勤劳致富了呢。看着眼前的一副不问出答案誓不罢休神情的铁锤，部长只得匆匆结束拍照环节，提前离开了。哼，这个没有大局观，浑身充满负能量的弱智还想发工资，等着去吧。什么时候狗舔完了面，鸡吃完了米，蜡烛烧断了锁链，什么时候给你发工资？很显然，铁锤并没有掌握如何让语言变得恰到好处，却又连篇废话。没问出任何答案的铁锤悻悻地参加了发布会后的酒会，大家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这个大老板都不待见的人，除了克列夫之外没人愿意和他沾上关系。铁锤拒绝了克列夫的采访要求，只留下对方一张名片，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为了让部长颁奖时能顺利地将电子表带到铁锤手上，阿丽提前将铁锤戴了10多年的手表摘走了，毕竟他只是个线路工，是不能一只手戴两块表的。直到酒会散场，铁锤都没有等到归还手表的阿丽，于是他脱了裤子站在洗手间内思索了起来。别误会，他只是将借来的裤子还了回去。阿丽并没有参加酒会，已经40多岁的她此刻正在丈夫的陪同下在试管婴儿实验室里做着促排准备。当铁锤再次穿上裤子已经是2个小时后的事情了，大家太忙了以至于不小心将他忘记了。迟迟没等来手表，铁锤只好先行回家，他认为阿丽过几天忙完了就会将手表还回来。部长奖励的电子表并没有走得更准时，相反他走得太慢了。看着表上足足4-5个按钮，铁锤的头都大了。只有小学文凭的他连键盘的回车键都要标明出来，显然弄不明白这玩意儿是怎么调整时间的。他决定不等了，在114的帮助下，铁锤拨通了交通部的电话。此时的交通公关部门正在庆祝着铁锤事件所带来的巨大收益。这件事不仅在于让民众们忽略了克列夫的举报，轻描淡写地化解了一场危机，关键在于很多广告商要用铁锤的热度做广告，为此大家可以拿到不少的奖金。没人不好意思，反正大家不是做新闻的，大家只是做宣传的。直到前台将铁锤打来的电话告诉了阿丽之后，他才想起了这件事。很不巧，阿丽忘记了那块破手表放到哪儿了。在询问同事无果后，他让前台给铁锤打打太极，反正这弱智也找不到自己，丢了就丢了呗，再买一块不就得了。得到回复的铁锤很气愤，气愤到结巴都差点好了，不是推到明天就是大约推到明天，这群废物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就不能干点人事吗？在商店大婶的帮助下，铁锤艰难地从手机中翻出了当天去广场接自己的阿丽丈夫的电话。他只想要回手表，因为这是去世的爸爸留下的唯一念想。阿丽丈夫很同情铁锤，他希望妻子能为此事道个歉，
毕竟是他不小心将手表弄丢的，道完歉再买只一模一样的，事情应该可以过去。他不认为铁锤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毕竟几百万说捐就捐了。艾丽很不屑，自己一个堂堂的交通部公关部长，向一个交通部最底层的线路工道歉，这成何体统？受不了丈夫的眼神，艾丽告诉铁锤，手表放在了交通部的接待处，周一可以去取。告别了家里的那只宠物兼食物的兔子后，铁锤再次坐上了前往交通部的火车，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拿回自己的手表了。阿丽让同事买的一模一样的表，并没有将铁锤糊弄过去，因为老铁锤留下的那块表背后刻着字。铁锤有些生气，但却不能表现出来。前台的六个保安加起来只有七颗牙，遇到事就往地上一躺。闹是肯定不能闹的了，但打电话也不是件简单事。面对着厚厚的员工通讯录，铁锤的头再次打了起来。他第一次感觉到精简政府部门是如此有必要。幸好前台的老头有些良知，帮铁锤找出了阿丽的电话。正在医院准备促排的阿丽摁下了拒接键，他认为这是铁锤打来感谢他的。这年头做好事不需要留姓名，写在日记里就好了。铁锤并不气馁，他坚持不懈地打了十分钟，直到电话被接通。阿丽表示那块表就是你的，再无理取闹就报警抓你。在阿丽的观念中，铁锤只是用手表做借口来向自己索要赔偿费，这种事儿他在国外的新闻看到过。求表无果的铁锤只能试着拨通了那天在酒会上给过自己名片的克列夫的电话。铁锤停止了讲述，平静地看着眼前的克列夫。克列夫压抑住内心的兴奋，假装思索了片刻后才表示这个忙自己帮了。要不是场合不对，克列夫都能兴奋地跳起来。当铁锤说到询问部长知不知道员工偷柴油时，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毕竟前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举报事件不了了之，他还是很不服气的。对于铁锤的报道，他甚至连节目标题都想好了。震惊，月薪350却毫不犹豫地将几百万上交的铁路工却遭到了不公待遇，这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铁锤喝醉了，很多年了，自从父亲去世后就再也没有人认真地听他说过话了。恍惚中，铁锤将两块表都戴到了手上，他也想体验一下那些最牵挂人民群众的人的生活，见机行事。第二天，铁锤准时地来到了演播室，看着克列夫交给自己的文字稿，他显得有些排斥。他只想拿回自己的手表，并不想牵扯到克列夫的举报事件中去。很显然，铁锤并没有搞明白，克列夫不是免费帮自己的。对于这点，克列夫也有些无奈。现在的新闻舆论体系，除了傻子外，哪个正常人相信媒体？经过权衡，铁锤接受了。他一字一顿地读着提词器上的稿子。铁锤的发言影响是巨大的，巨大到了正在准备做取卵穿刺的阿丽看到新闻后都不得不停下手术。阿丽很困惑，明明弄丢了铁锤的手表，为什么他搞事情却更加准时了？相比铁锤，阿丽更讨厌克列夫无所不用其极夹带私货。什么手表走得不准时，可能无法准时地搬动铁轨，影响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安全，这完全是把一件小事上纲上线。此刻的阿丽恨不能祈求上帝立刻就带走饱经克列夫，不，他不配上天堂，还是让撒旦带走他。让阿丽如此愤怒的并不是铁锤说了什么，因为不管他说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健忘的国民很快就会忘记，不健忘的国民立刻就被控评。阿丽只是不希望自己的形象在部长的眼中受损，毕竟自己能不能继续享受权力的味道完全凭着部长的一句话。自己前脚告诉部长已经圆满处理了举报事件，后脚这俩人就跳出来合伙恶心人。如果部长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那一切都完了。在害怕失去权力的动力下，阿丽快速地就此事做出反击。第一，让网络中心删除克列夫的新闻以及新闻下的评论。第二，给铁锤发去律师函，要求其就诽谤言论道歉。第三，以交通部的名义辟谣，对外部势力代言人铁锤的言论表达强烈的愤慨并予以谴责。阿丽相信三管齐下，聪明的民众一定会人传人的互相告知，不信谣不传谣，坐等交交反转。很快，
阿丽就受到了第一个反转，这个话都说不利索的铁头娃拒绝道歉。文斗显然是行不通了，那就只好武斗。阿丽找来了自己的老相好，是警察局长，他希望警察们能集中力量帮自己办一件不存在的大事，将偷柴油的罪名安到铁锤头上。来到铁锤家的警察们不敢相信，这种吃掉兔子腿在围棋安上假肢的人会去偷柴油。幸好阿丽有先见之明，让几名黑帮分子跟着警察一起前来办案。临时工的运用技术上，他已经掌握得炉火纯青了。在黑帮分子的栽赃下，铁锤成功地戴上了手铐。没找到机会上交的那150块，成了铁锤犯罪最有力的证据。一生中最远到达的地方就是交通部的铁锤，哪见过这种大场面？尽管一个劲儿的辩解，但没人听他的。面对长达3-4年的刑期，铁锤畏惧了。他接受了警察局长的劝诫，给部长公开道个歉，钱的事情没人追究了。还是那台摄像机，还是那俩外景记者，只是采景地点从铁路变成了警察局门口。艰难地读完公关部早已写好的道歉发言后，铁锤似乎感觉身上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消失了。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在浑浑噩噩的回家途中，铁锤被偷柴油的工友们强行拉上了车。胚胎培育很成功，和交通部的一带一路项目一样成功。听着台上部长的自我赞扬，心情愉悦的阿丽看起了手中的报纸。很快，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名铁道工卧轨自杀了。直至此刻，他才有些慌了。这些年的经历，让马上就能当母亲的阿丽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多么不容易，如今一个生命的消失却显得如此简单。他一边拼命地给报社、给警察局打电话，询问着卧轨工人的姓名，一边将自己灌醉后，拼命翻箱倒柜地寻找着铁锤的那块手表。或许西方的上帝总是仁慈的，他满足了阿丽的两个愿望，卧轨的另有其人，手表在丈夫的车里找到了。当阿丽兴奋又有些歉意地带着手表来到铁锤家时，被工友们打得鼻青脸肿、胡子都被打掉了的铁锤，这次却没有了任何的表情。随着一声怒吼，铁锤抡起了身后的打扳手。巨大的叫喊声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包括坐在车里听着音乐的阿丽丈夫。故事说完了，下面聊点和电影有关的。我们先来设想一下，假如阿丽不担任任何官职，她的态度和做法会不会有所不同？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我相信把官员的官职拿掉，大部分人都会变成和蔼的多年邻居般的模样。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什么让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呢？难道单单就是权力吗？鉴于手表是电影中故事线的连接点，这期我们就用手表来聊。你认为作为手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有独特的品味，还是走得准时？是价格的昂贵，还是其他的？说说我的观点，我认为一只手表不管价格的高低，或者走时准不准确，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具有可以调节时间的旋钮。这就跟很多人争论的问题，到底是你的手表走时准，还是我的手表走时准一样。你的表还是我的表走时更准，这不重要。如果没有调整时间的按钮，那你的表和我的表都是垃圾表。无论它价格高低，它出身好坏，它受多少人追捧。当然，那种一天之内时针蹦的3-5圈的手表不在讨论范围内。你或许会说，全部人都按照一只表的时间调整，这样就能重新定义时间了。对，你说的没错，但不合理，和你想去你奶奶家却围绕着地球绕了一圈一样不合理。不是所有人的祖先都在德国、俄罗斯之类的地方。你忽略了成本，无意义的成本。所有人的作息时间难道都要跟着这只手表来改正吗？头顶有太阳，为何还要人为的定义一只表的时间永远正确呢？好了，回到前面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此刻会反应过来，阿丽们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不是因为权力，而是因为不受制衡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去纠结片尾的彩蛋，记忆在致谢词之后的5秒伴随着声音的黑屏，有何意义呢？铁锤有没有砸下扳手，这重要吗？他的大扳手抡下来，难道不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吗？到那时，大扳手只会砸在阿丽的头上吗？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见。